好你特喜欢的东西，可能那一刻时候心里面就蠢蠢欲动了。就人这个偷心是不死的，甚至各种条件成熟，当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做的跟有人的时候做的不一样。哎，情感也罢，名利也罢，很多东西，就人这个都是属于偷心不死嘛。就偷心，他这个戒律，不管是通常就是说，佛说戒，或者说是都是为了制止，不是为了惩罚我们的，是不是？所以不用紧张。哎，佛说那个就是那个。常住是为什么常住的物体偷他的，就好像比别的地方重，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佛法，因为事业的财产都是众生接过来的。因为生人不是自己劳动挣来，都是各种善男信女接过来的。那么你去偷的话，你等于是跟这些善男信女偷善男信女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捐的那一刻，人家是修布施的，那个功德很大的，就是他是修往出施舍的，就是真的有时候，假如说我今天我完全我是全身心我什么也没有了，我就剩三颗瓜子了，那就是30块钱了。可能我全部夹到就这30块钱，我就捐给寺院，你知道那就是我的全部啊。那一刻那个功德已经远远不是这30块钱所能表现的东西了。那我可能就捐了30块钱，凭你捐灯嘛，就2块钱3块，他就穷的就剩了1-2块，他全部财产那叫全部啊，全部财产就是他的全部世界跟身心，他的财产全部施舍了。那一刻这30块钱跟三颗瓜子的价值就。已经不是市面的价值了，他捐了，比如说这个人捐了全部价值，他就30块钱，他全捐了。那这30块钱可能，那这个人有几个亿，他就捐了1000万，那可能远远超过他那1000万了，因为他的那种心啊，已经全捐进去了。那如果你偷了他这30块钱，你等于偷了他30个亿，等于偷了30个亿的那种果报啊。所以为什么偷寺院的东西比较麻烦、比较麻烦，就是分量重嘛。为什么寺院的和出家人他会有说吃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啊？为什么那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真的那一粒米有那么大吗？有那么重要吗？那一粒米是因为施主捐的时候那个心，就是所有的果报都来自于心的认知。施主在捐的时候，那我就把我1/3的家产捐出去，那1/3可能我只有500块钱，因为那已经是我全部了，是吧？我总共就1000来块钱。那500块钱跟他的他可能有几个亿，他有3个亿，他捐了2个亿，那我那1/3跟他那2个亿是划等号的，你知道吗？在进入功德箱里边的是划等号的，因为那就是我的全部。然后你偷了我的，说哎，我就偷了他10块钱，好，那恰恰是我缺的全部，那个时候你承受的罪就很大。没发这么大的心，然后捐了。没有人不发心捐款的，所有人在捐款的同时呢，都会有会，因为钱财这个世界很多人很重视钱财，因为什么这个世界很多人捐款的时候，布施的时候，很多人想到了财务，布施财务，不是说布施那个衣服啊，或者是。财务是很多人心里边最看重的东西，因为财务可以满足他所有的欲望，所有的就是人最喜欢的就是钱，就是他一定捐他最喜欢的东西。那么在捐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才能破我执嘛。那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挣扎的，捐多少，捐全部还是1/3、2/3，捐我吃不了的那我剩下的那点，说是我哎差不多拿出去做点功德。每个人都会有想法的，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就是一个真的是不管他是几个亿的，可能这个人是国家首富，哎，那这个国家他拿出1000万或者3-500万，他就像扔给一个乞丐那1块钱一样，可能那个时候是无心的。但是一般一个人捐到寺院的时候，他除了放功德箱那一点点，他可能有时候是无心的，那大部分大拿出一笔钱的时候，他都是有心的，他会想很多的。然后他会挣扎，里边想很多，我该不该捐，哎，怎么样，想很多，那个里边都蕴含着很多信息的，就算是1块钱、2块钱往那里边放，他是有所求的，就像善男信女往功德箱放1块钱、2块钱，他是有所求的。比如说我这1块钱扔进去，我是要去病的，我妈妈病了，我扔功德钱，我希望这1块钱，就带着他对佛菩萨的求。那些东西你要偷了，那个就找到你了，那是带着信息的那些东西。啊，那
信息也就跟着过来了。哎，就跟着过来了，有很多这些东西轮回，就是如果你的偷心出现的话，所以偷不要偷寺院的东西。他给打佛骂菩萨是一样的道理嘛？为什么佛你出佛身学有忤逆重罪啊，很重。你杀一个师地菩萨、出地菩萨，你地多地，为什么他不说是凡夫呢？那佛给菩萨又不会惩罚这个病，那么慈悲，他为什么？因为佛代表众生，因为佛是无我的，他代表众生。你出佛身学，等于在每个众生身上扎了一针，等于害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你就罪报大。还有你打菩萨，九地十地菩萨他是表法的，他已经是佛法的代表，你害他就是灭佛灭法，因为他是法的代表嘛。那你害他就是灭法，那护法就先把你干掉。护法人家是护法，他不是护人的，因为他代表法，他要传法，他代表法的时候，你去害他，那护法就先把你干掉了，就是最大嘛。就是这样，就是他是有含义的。每一个东西身上代表着一些信息的含义，就是你触动了这种信息能量信息。就那个小沙弥，就是说他不是在厨房就是做那个蜂蜜糕嘛，然后他切的时候他就用舌头舔了那么一下，我觉得这个也讲的太一点，这就是太心了。我觉得我倒也不是，因为那个没出在偷心。他没有偷心，没有。对，我觉得他没有偷心。那可能他下地狱是其他原因。我觉得有些介绍或者有些记录也是有些不对应的，哎，不是那样的，不要太紧张。如果只要有偷心的话，就要解决。如果说没有偷心的话，杀盗淫妄酒啊，这些五戒啊。我觉得为什么说杀心，我们真的是有的。你不要以为我们慈悲善良，我们有杀心的。盗心，杀盗，盗就是偷心嘛。盗心，那盗情，盗物都有的。淫妄就这些妄语，打妄语、撒谎，这都是有的。每个人都有的。就容易犯的东西，修佛弟子是要持戒。佛弟子要觉照到自己这些东西，对你成道有帮助。释迦牟尼佛不会无缘无故给你指定这些，只是对你成道有帮助的。他也不是来框架你、束缚你、惩罚你的，都不是。只是对你成道有帮助。因为现在就有很多就是戒律方面说的是很恐怖，就是翻开就行了。那是以后，那是在戒律在传播的过程中这样的说了，白衣不能越界啊，什么这些。因为大乘戒律当时传到中国，因为大乘佛法在中国最后开花结果嘛，大乘戒律传到中国以后，因为中国根据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的气候什么人风土人跟印度完全不同，那么戒律是在当时佛教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完善成那么多条的，那肯定饮食饮地制的嘛，制衣呢还有社会背景啊条件，那到了中国完全换了一个条件，但是你又不能改佛的戒律嘛，佛戒不能动了，因为佛已经涅槃了。但是如果拿中国的国情国土，因为中国后来那个百丈清规啊什么生都自己劳动了，那完全的戒律是不符的。如果把戒律公开，那身边的居士啊那些弟子会看到戒律以后就会拿这些戒律逐条逐条对着去看这些出家人，说你不符合戒律。但是当时是大乘菩萨道，大乘道在中国到了禅宗，连佛就是说连佛都不执着的，佛像都不执着，这个时候是完全不在戒律里边的，很多的就喝佛骂祖啊的到了禅宗，这个时候戒律就开始成为密法，就不能给公开了，就是又不允许大乘道，小乘佛教是没有这种说法的。你看去南传啊、印度啊，还有斯里兰卡或者是尼泊尔这些，还有现在泰国小乘修小乘的国家，戒律是公开的，他不会说白衣不能越界，说居士不能看戒，没有这种说法。只有在大乘道的国家，戒律就是比丘戒、比丘尼戒这些具足戒就开始成了，就不允许看了，主要是怕你拿着这些去对照那些菩萨，觉得菩萨越界了。因为到最后大乘道主要是讲色心为戒嘛，心戒，色心为戒，他就没有什么条条条什么，而且他要
利益众生嘛，有制度利他，那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善巧方便，是没办法拿戒律来框定的。主要是怕误解，误解佛教不是多神秘，戒律不神秘，戒律有啥神秘？就是个规章制度，有啥神秘的？是不是？甚至你看那些500条、250条那些戒律里边，详细到什么程度？当时僧团，因为僧团当时是大家共同打坐的时候，打坐就这么一个，很多人，甚至说你坐在那儿放个屁的，爱放屁的，就说你今天你就肚子凉了，你不断的放屁的人，你不允许坐在这个塑封口，你不允许这个如果风是从这边吹的，你就不能坐在这儿，你自己放屁你就往边上坐，这都在戒律里边。因为当时印度人都是赤脚在地上走，然后他脱钵吃的饭也凉，肯定很多僧人爱放屁，我怀疑，就是他身体啊，就是又坐在地上，他又穿的那个里边就你那个袍子，坐地，有时候可能是湿啊凉，他就肯定是放屁。那很多那顺着风吹过来，那些人就臭的不行。说如果你今天放屁，你就坐这边，这也是戒律里面。你在中国才他就不需要这种戒律，是吧？你需要这多细的戒律，但是这是不能改的。你受具足戒的时候，一条条就给你受的，你就是不能做的。那比丘就是上厕所都蹲着，是啊，所以很多的真的是哎。那佛的，因为佛在世时候制定下的，大家其实一方面对佛的尊重，一方面怀念弟子们不愿意改变他的东西，哎，就也是一地，反正知道，心里知道，但是佛当年这样子。那这种就是说戒律里面那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吗？你就怀疑他的真实性，就是说。什么故事？哪个故事？就有一些这种，像这种戒律，不是里面有很多故事，比如说触犯什么戒，然后有。不知道我那都是具体看什么故事了。那佛学2600年。中间很多有师父是杜撰的，很多事情什么真的是无从考证，哎，除非你有到你要领悟了佛的智慧了，就不管它真假都对你不影响就行了，你自己知道你该怎么做能成道就行了。甚至2600年这么多年，佛法到今天，那很多经典也说是伪经嘛，就是包括楞严经也是质疑的，很多人说是伪经，还有就是其他很多经典那。说写的太好了，太优美了，不像是印度的梵文，像中国人写的等等。那，但是你去看他，你不管他是不是佛说的，那你去看他，哇，写的真的很棒。最主要不是文词优美，是他的内容，他是对你的修道有帮助的。那众生都有佛性，就算是谁不是释迦牟尼亲口所说，就算谁写出来这个经典实在太好了，是吧？如果他用你佛的角度去传播，我觉得释迦牟尼佛也会微笑，因为对众生的成道有帮助。那可能每一个不管写哪本经的都是佛的化身。有些真的是没必要已经跟他们争论去考证说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有些历史学家人家是本着一个严谨的治学态度要考察考证，那我们从一个修道者的角度，我们只看他对我们成道有没有帮助，哎，其他的都不去争辩这些。甚至他们说我们禅堂挂的那幅画啊什么，说是假的，是魔化的，其实这些我为什么会把那幅画挂上，我也不去考证它到底是真的假的，但是因为在大乘菩萨道里边，众生把佛神化了，哎，太神化了。就是他突然看到那个像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修道是有帮助的，就是人性化的那种的。不管他像不像，长得像不像佛，我觉得并不重要，就是对真正的把佛在心中神化的那些人会有些触动。至于说他就不是佛，哪张像是佛？你跟我说说哪张像画的是佛，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魔是谁画的，画这个像的人，他敢把佛画成这个样子啊？他竟然说佛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他竟然能把佛定义成我就是长成这样子的，而且我刚公开的挂出来，我说是谁谁谁说的，是不是？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就算是他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印度人又怎么样，是不是画了一个印度人给我们挂在那说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哎，你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在已经把佛神化了的弟子们心中，我觉得他有触动就够。
所以我根本就说老师那真的假的，我说管他真的假的，是不是？你是一个修行者，你从修行的角度去解决，就是所有的话你拿给释迦牟尼佛开都说不是，我相信都说佛说我哪找的这样子，是吧？又不是照相的，是不是？照相的也不是，佛就没定相。众生执着嘛，有时候很可怜，执着就是把时间跟生命消耗在这些争执上，其实也是就是大家怕走错嘛，怕这些东西误导了我们。其实真的谈不上误导吧，就为什么？其实很多的是他们说的这种争执才误导了。就是他们那些有很多历史上那种高僧大德，他们都是以相互争论的，那没什么必要的。是的，当你了悟了佛学的知见的时候，佛在说什么，慢慢的你再看他们争就争吧，你也无所谓，不影响你就行。你也不需要说一定要赞同这个赞同那个，反正各式各的角度呗，争就争吧。境界不一样。对，角度不一样，境界不一样，修正的程度不一样，那就争了。那二弟不知道三弟的事，三弟不知道四弟的事，那就争呗。这四弟也不圆满，你说四弟对四弟也不圆满，是吧？那你争。佛教历史上争论还是非常严重的。派别多嘛，年代太久远了，就争嘛。我就想，他们都已经修行到这么高层次，还在争论，就觉得。我都觉得得了心法，要你再三为王的，不争怎么办呢？比较喜欢学界，然后就觉得人有点紧张，就是。你是学界的已经。拘束的自己。那种固步自封那种感觉。你学界是对的，可以学界很好，很多人年轻人能学界，学戒律这一块，律宗去终南山学还是在，就是在寺院听。没有受戒吧？没有受戒啊，只是学。那挺好的，但是也要有般若智慧学的。要了解释迦牟尼佛自戒的，你要不知道释迦牟尼真的假啥，自戒的目的是啥？为什么我们要去学戒？自戒佛自戒的最终根本的原因和目的是啥？了知就行。就是说处理问题就觉得到底该怎么做，就是那种很迟疑了，就是那种。有戒还是好的，因为但是我们要知道是最高的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界是度你成佛的，不是让你受戒的。那么让你成佛，你首先要了知佛的最高知见。当了知这个知见的时候，这只是知道了，那不是你证出来，是佛告诉你的。那么在你从一个习气，贪嗔痴慢疑习气欲望一大堆的这样一个认知的这样一个状态，能够回到清净无染的佛境界，那这一路走来，其实要把这些东西放下，都要靠戒律的，就是说护持。要么就是老师在你身边每天看着你，你这做错了，你那做错了，指点你。那老师如果死了，涅槃了，不在了，那佛涅槃了，不是他的弟子问说，老师你走了，我们谁当我们的老师啊？那佛说以戒为师。那可能佛就是告诉你，就是这个拿戒来约束你自己，因为你要从这个一堆乱麻团的这样一个认知角度，贪嗔痴慢疑习气欲望一大堆的时候，到那个清净无染的境界，现在你那个知见知道了，你要就算是你清洗自己到就显现出来，你也需要一个约束。老师不指导你了，那你就戒就是看着你的，就是让你在这个佛道上稳固向前，不由意偏的。这里只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手段，它不是目的，它不是终点，不是让你说为了学戒而学戒的，为了学戒而去制定戒律的。是约束你的习气欲望的，让你稳固的往前成道的。他不是说戒律最后就是让你学习的，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了缘，什么是结心缘，什么是造业，你不知道的很多事。比如这个人来了，除非你有神通，除非你真的成道，你不知道你是结了心缘还是了了旧缘，你了不完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有戒就一了百了，管他是不是，是不是？就这样。反正我修的也不结，救的也不了，我就不动，我就继续往前走。我先修到成了道，当然有神通，我就知道了嘛。那回来再聊了，就是这样。但是中间还是，如果年轻人选择学律宗、律学，我觉得很少，我
很少都学界，嗯，容易学不错，嗯，挺，就是讲界讲的谁在讲了，就是好像我们好像学了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了，好像学了界就很，一说你是受戒的，学了戒了，你没有这么一回事。你一定要了悟佛的般若智慧，了悟佛的空性正见，了悟那些东西，你就人道解脱出来。你不是佛，不是让你去做一个很高尚的人、很守规矩的人，不是这样。他不是让你那样子的，那样你能怎么样？你做人，如果你不学佛，你有一定的道德理念、道德观念，这是做人道，你也得不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你也得做这样子。只不过你要成佛，规矩多一点，因为耶稣的东西多一点，那些规矩就变成戒。但是戒是需要的，但是你先讲戒，很多人就修上两三年太绝望。你先讲戒，很多人走不进来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说一开始讲戒，大家真的达不到，太辛苦了。然后达不到，如果智慧般若空性智慧再不够的话，就觉得生活索然无味。然后再偏空一点，慢慢的也不行，再戒律精严一点。然后我慢更重，如果真的能走下来的人，我慢更重。你看我，你看你，看你们全是脱戒的，就我是持戒的，我多干净啊，我多干净啊，你们都是脏的。真的，我觉得从六度，从六度修很快的，就是忍辱、布施、忍辱、持戒、戒律啊。你忍辱，你有哪个因缘，你就修哪个。哪个因缘这一块成熟了，你就修这一块。在这一块，然后贪嗔痴慢疑放下，马上就净化。在每一个行为里放下你的贪嗔痴慢疑，然后放下庄严面子那些东西啊，然后你就自我就没有了，然后就解脱了，清净了，就是放不下。放不下是因为无明，真的是智慧不圆满的表现。放不下，圆满了就放下。也可能也是放下了才圆满。这绕来绕去就这样，你绕晕了，你放不下又不圆满，圆满了也放下，它直接是那样的。真的要忍辱啊，那样子修的不是啊，忍辱。Thank you.